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76期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 Voyage Class 的 Thunder Draw 领袖之证呢，在第二季的时候呢有推出这一款的玩具，但是动画片里头却没有出现，而实际上它的剧情不知道是不是被阉割了还是怎么样。那这个盒子的侧边的话呢，其实它还有一个组合啊，它如果跟这个08动画的这个 OP 放在一起啊，它是一个完整的图像啊，当然旁边会不会再扩充出去我就不知道了啊。这一期的话呢，我们换换口味啊，来一个从兽形态，或者叫做隐藏形态，或者是载具形态做一个开场好了啊。首先它的武器啊背在上面，这个武器呢我们暂时先把它给拿下来啊，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派系标志啊。据当时的领袖之证第二季吧，好像它应该是一个所谓的第三方势力，就是一个宇宙海贼还是什么的啊。海贼是说宇宙中也没有水了啊，所以海贼变成狮子好像也行。那这个兽形的话呢，乍一看之下你会以为是洛伊德系列的玩具啊，也就是大陆朋友们称呼它叫索斯兽吧的一个系列啊，确实这个长牙狮啊什么的一个感觉有点像啊。那这个玩具本身的活动性呢，狮子形态的活动性呢其实就很有限啊，不过兽形的毕竟呢一般来说可动性本来也就没有说会到特别的好啊。这一款的后肢的可动比前肢要来得好一点点，但是也没有到哪里去。它的鬃毛啊在侧边，然后做起来其实吧，这个的脸还稍稍有点像狮子啊。如果你跟旧版就是当时领袖之证的 Voyage Class 相比的话呢，它的脸是这个的话呢，就感觉当时人家说像狒狒啊，那可能太瘦了啊。那两者放在一起的话，以大小来说这一款比较大，但是零件数这个要多得多，而且它的武器呢非常非常，当时看觉得是，我不要讲乐色，就当时看很多人觉得是这个武器莫名其妙，但现在看起来还是很酷炫的。上面有一层白白的东西啊，各位不要在意啊，这个放在我的柜子里头可能有点不知道是发霉还是怎么回事，反正就有一层，这老玩具了啊，毕竟是已经十多年前的玩具了啊，我还能够把它保存这样，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挺厉害的啊。这个武器啊，如果你要把它固定住呢，好像可以在这里塞一个什么东西把它给卡住，它就可以变成一把固定的一个大刀了。而这个武器刀的形状呢，其实跟新版附的这个应该设定还是一样啊，就是刀的形状基本是一样。而它的这个多出来这个爪子的部分呢，其实呢我们也是可以在这款玩具上面得到一个还原的，将它的一个脚后跟拔下来啊，这是本来就可以拔下来的。那如果你把它给弄下来之后呢，扣在这里啊，人物还是可以握住这个部分，所以这个是它完整武器的一个形态，基本上也是致敬到了它手上有一个兽爪的造型啊。我们如果把它给推出来啊，这样子各位去比对一下啊，不管你觉得像不像，反正我已经脑补它像了啊。我们在制作传承系列啊，或者是说最近的几个围城啊这些啊，或者是 SS 系列以来啊，经常会有一个必须把老玩具翻出来做对比啊，也是不讲好听一点是一个怀旧缅怀之旅吧，但其实也是对我们心灵上的一种折磨啊，因为你可以明显的看到玩具的各种的缩水啊、偷工减料之类的一个状态。当然设计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进步，但总体来说以玩具这个立场出发的话，其实这一款 Thunder Draw 还是没有之前 Voyage Class 的这个 TFP 的版本还要来得好了啊。首先呢，光是它的身上的透明件啊，新旧版本就已经完全决出一个胜负了。这里应该要扣上去啊，这里要扣紧。再来的话是它这个手爪的一个长度，那面雕的话呢，这个新版的这个也是一片的雪白啊，这个有一点发黄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啊，旧的玩具在系列上比较多，鬃毛的部分呢它是一片这么小，旧版的是大得多。侧边这一带的话呢，透明部件啊，这里的话就是都是一样啊，兽爪呢平常都是以一个肩甲的状态来存在的，你从侧边来看呢、啊、你也会感觉吧，这个你又出现一个背上背着一个壳的感觉，基本上这个狮子是毛科动物吧，你的腰应该要做细一点窄一点下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以后肢的话呢，你则会发现那两者居然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折的方式啊，到底哪个是对的？其实我对猫科动物的后肢还有鸡的后肢啊，到底鸡跟猫的后腿怎么摆，其实我都是不太清楚的了啊。但是反正看起来的话呢，以后肢来看，我觉得新版稍微好一点，而且它多了几处可以转的地方，确实比旧版要来的多啊。那整体平均下来的话呢，如果说你的预算是一样，然后两个价格又出现一样的状态呢，那我还是会劝你还是买旧版的，可能会比较精致也比较好玩一点。
来，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Thunderjaw 的变形过程。肩胛打开，两侧这个部分给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你可以顺着这个地方能折的部分，你就通通折一折，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藏到这个部件里头去啊。你就看到能折的，你就把它顺着方向折就可以了啊，这样子啊，就完成了收纳。两个腿两个手的话呢，是靠的这个部件呢，它有两个凸啊，跟这里做一个结合，把它给松开。这个结合的部分呢，跟旧的版本结合的位置不太一样，但是大概的意思是一样的。然后手腕啊，旧版是反折啊，但是新版是顺着折。然后呢，背后这个地方有个地方锁扣，这两个部件这里要打开。这里是对，松开啊，松开之后的话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凸跟，然后这里把它给松开，然后呢，整个这个我实在是不想说，整个背甲啊往后面移下来之后，这个部件就可以挑下来了啊，挑下来之后的话呢，就整个把它往下面压下来，整个把它给压下去之后啊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白色这里有一个横向的这个洞，跟这里要做一个结合，你就看一下，就把它给扣上去啊。压一下，这个组合倒是蛮简单的，手臂自然下垂就可以了啊。然后这个斜角的话呢，跟旧的一个版本的话呢，是大概是相同一样的设计。那这个胸口的这两片你要怎么放，就看你个人的喜欢了。我是喜欢把它收起来啊，这个我个人是比较低调一点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脚的话呢，你就看这个造型就知道了啊，就做一个转轴。在变形成兽形的时候呢，是这里是要转两次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脚趾头的话呢，后面这个尖爪是要排到前面，也就是说兽形的时候是这样，人形的时候是这样子啊。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里上面呢这个地方要转啊，下面这里也要转，然后它这里是有一个折的啊，这个转的这个部分在旧的玩具里面是没有的。然后把这个部件转到前面来，尾巴就自然下垂而已了啊，后面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往下面压一下就行了。那我们的这款 Thunderjaw 就完成了它的变形过程了啊。这款传承版本的 Thunderjaw 呢，它的整体配色来说，我觉得算好看啊，就虽然有点玩具的感觉，但是有点甚至有点地摊货的白，可是呢，我感觉就是给人一种还算扎实的感觉吧，可能身形也做得挺壮的啊。如果说这个武器啊能够真的是保持旧的那个透明件，因为这个刀的造型我真的很喜欢，非常可惜。然后这个手臂里头大空洞呢，绝对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败笔。甚至说旧版的玩具呢，在变形的时候呢，是拳头要收进去里头的，它明明就没有做这个收纳，可是它却好吧，你说你要考虑到这个凸啊跟这个洞的结合，可是你中间你平的应该还是能把它补起来啊，为什么硬是要留这个空洞呢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官方的恶意了啊。然后它的这个脚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部有一个部分是可以拔下来的，那个这个地方是拔下来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只有单腿站立的一个海贼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们提过了这个武器的话呢啊，我们是可以把它扣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再把它给握持到手上，好吧，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武器感觉好像更加的有重量感。那至于这个腿只有一只脚之后呢，会不会影响到站立性，这个绝对是会有的嘛，就是一还是能站得稳，但是一定会被影响，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跑得掉的。背后的话呢，也是我一直当中它是一个有燕尾服的家伙，甚至它就是有一个船长的形象啊。这个脸的话呢，这个大胡子啊，就看得比较清楚，新版的话看得比较清楚了啊。那我们一样的呢，请旧版的玩具呢出来做个对比，你应该能够感觉，我当时吧，如果我没有记错吧，这个你不觉得它就有一个就是台湾翻成神鬼奇航嘛，大陆朋友叫做加勒比海盗里头那个深海阎王的感觉嘛，就是有那个一点点魔王的气势啊。特别是当我知道他的设定是海贼之后，而且呢他的这个部分啊，你就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个很高的垫肩，然后这个像是一个就古时候那种贵族的那种垫肩的感觉。这个肩甲的造型哦，虽然说他的兽爪的收纳呢并没有这边来的那么样的巧妙，可是呢造型来讲它确实是比较好看。然后这个透明啊部件啊什么的，就是为这个玩具也是加分非常的多。那么原本这个武器还是可以发光，那现在不能发光了啊。那我们再转到背后来看一下啊，转到背后看一下，以这个造型来说的话呢，这个旧的版本呢，至少这个手臂后面是没有空洞啊，大腿后面的话呢只是半斤八两啊，那小腿后面的空洞就更加的
就更加的明显了啊。对了，这个我们应该一样也让他读啊。对了，这个旧的版本我们就顺便展示一下，他如果这个他如果把这个什么就是变成独角状态下呢，这个东西就变成是手上的武器啊。所以以这个武器的设计还有这个透明部件啊，有的没有的，还是旧版的玩具显得还是诚意是比较够的啊。如果二选一，价格一样啊，我还是会推荐你买旧的版本好了啊。当然啦，这个也不是说新版这款有多差，可能它有你喜欢的亮点也说不一定啊，毕竟它看起来比较强壮一点点。行吧，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